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回复皇的话，心儿应该是一时紧张，才没能点燃香火。香烛倒了，不吉利也就罢了，大惊小怪，成何体统？皇上，那香一定是被人动过手脚，那香有问题。 这些香都是宫内特制，又是朕亲自派人送到府上。你难道是在质疑朕吗？皇上，心儿不敢。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做的，是他调包了，他想害我。我？这天底下最不希望我成婚的人是你。 一定是你在害我，星儿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姐姐呢？这香烛和香，一定是你弄的，所以才会故意倒下来。二小姐不要平白无故栽赃陷害，大家都能看见，秋雨根本没有机会接近案台，而且在喜烛倒下，二小姐惊慌失措的时候，是秋雨不顾一切主动上前为二小姐挡下。 是故意的，避免他落门口实。星儿，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姐妹情深，血浓于水，所以你多次栽赃陷害于我，我都当你年幼无知，不与你计较。但如今，你已嫁为人妇，且是二王妃，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，还是收起来吧。父皇，秋雨身上还有伤。 儿臣现在秋雨回去歇息了。好，快快带下去治伤，避免留下伤疤。谢皇上。不许走！皇上，他现在一定要罪状。放肆！希儿，还不快跪下！皇上，是微臣教女无方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希儿，还不快跪下！ 求皇上恕年幼无知之罪，分明就是他做的。希儿，慕容希儿，你是糊涂了吗？跪下！希儿，你难道忘了秋雨是你的亲姐姐吗？我没有这样的姐姐！你住嘴！ 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？静香本来是为了吉利，心儿不光点不燃香火，还让这场仪式草草收场，真是太不吉利了。看来上天也对这桩姻缘不满呢。皇上。 您是要将我？皇上，这段姻缘是您亲口遇赐，全天下百姓人尽皆知。若临时取消，置皇家威严于何地呀？朕什么时候说过要取消了？只是天意难违。心儿，做默儿的侧妃吧。什么？什么？ 恭送父皇，恭送父皇上。你的伤自然是假的，大舅。王妃好胃口。王爷心情也不错嘛，我还要多谢王爷，帮我将那些香调包。皇上他最是迷信。
慕容星儿之后的日子怕是不会好过。本王才要谢谢你呢，把你那些计策都告诉了本王。你可是觉得我在利用你？你要知道，这些事情没有你我也能做。我只是听见你说让我学着信任你，我已经在学习了。 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王爷，我有件事情要告知王爷。方才在席间，林墨给我递了一张纸条，约我明日后山相见。